你来说一下手术的风险是什么？可能会造成大出血，形成颅内高压。哪部分形成压力？是枕骨大口。回去把脑疝形成的石墨抄50遍，抄不完不许下班。50遍，主任。 主任，难度再大，该做的还是要做嘛。各位医生，今天就做一个手术方案，把任何可能出现的风险都要考虑进去。下班之前交到我那里。散会。教练，刚我想问了，哎呀，这位是谁啊？ 不会是咱们新来的小侍卫吧？综合接待办。挺好，挺好。吴老师，你现在可以啊，随身带着综合办。你这是玩什么？玩扫雷游戏的吗？是我自己想来体验的。体验？有人说感同身受是调解的第一步，所以我就来了。你好，我叫从容，请多关照。你好。 我是陈醋啊，行吧，从容，从从容容，不起冲突，好名字呀。王佩兰，昨天手术感觉怎么样？恢复的不错，但是咖啡和茶还是不能喝。如果要没有什么特殊情况，咱们3天以后就能出院，回家还是得忌口，你好好歇着啊。好嘞，慢走啊。 查了这么多病房，问题都差不多嘛。没有手术的，无非就是问什么时候手术，做了手术的，就是安排注意事项。再跟人查几天房，我都能背了。了解到我们医生的不容易了吧？病人都是10万个为什么，恨不得把我们揣兜里，随时掏出来问。我们呢，只能用一句话形容：人类的本质就是复读机。我就比较厉害嘛，我现在是腹泻纸。 刚刚那个情况，魏医生，我是38床的女儿，我想再问问您，下午几点能手术？您别着急啊，说不准得看手术室安排，今天轮不上的话，可能要排到明天。厉害啊，宋医生！你说的没错，人类的本质就是复读机。魏医生，我想告诉你。 我已经深刻的检讨过了，这半天的体验让我认识到你们真的很忙很辛苦，只给1分钟，不是在耍我。那我看一下吧，你让他带着 CT 来找我。所以呢？既然你已经达到了终极目的，后半天我就不打扰你们了吧，小杰。不行。 早上是谁满口答应，一分一秒都不能少的。况且，我还没写完。昨天说今早，今早说今天过完，现在告诉我还没写，难道我脸上写着耍我2个字吗？你觉得我白天有空写吗？你的时间都留给他们了，什么时候能留点给综合办？你知道1秒钟意味着什么？ 写一个字，生与死的差别，多几个肌肉细胞，乳酸差1毫升，脑部的肿胀都会发生变化。1秒钟，是手术成功与失败的差别。我的白天只能属于患者，你的事儿呢？ 可以留到晚上。魏医生，来了一个急诊病人，要立刻手术。喂，喂，你去哪儿啊？ 准备手术。
吧。好，知道了。我就说嘛，肯定是秦医生，吴医生和秦医生才是官配嘛。不行，秦医生我也不同意，那还不如秦医生和钟真的 CP 我更能接受一点。我投钟真一票。那照片就是他发的，你还投他？说曹操，曹操到。钟医生，医生你病历掉了。节操也掉光了吧，阿姐。说说吧，你都干了什么？我真不是故意传出去的。昨天晚上下班后，我帮老大去给林大爷送吃的。老大交代过，千万不能被别人发现。但是，刚好有护士经过。所以，黄贯中，钟真，你下班不回家在这干什么呀？你刚把什么东西放到那里了？我，哎，对了，是不是到了每天舔屏时间了？看，我这次拍总粉，绝对够你们拼一个九宫格了。真的吗？那你快发呀！马上，记得发原图。好啊好啊，回去慢慢看吧。就这样，照片就传开了。我当时也不是有意要转发，只是担心给林大爷送饭这事儿被别人发现，老大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。天地良心，日月可见。哦，原来是意外啊！我差点就相信了。照片是不是你拍的？照片？什么照片？你现在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将成为呈堂证供，量刑依据。我认，照片是我拍的，但我拍的时候不知道是你啊。况且我那是误发，发现的时候已经不能撤回了。误发，你给我等着。不如大家下个注，输的人请喝下午茶怎么样？可以啊，我觉得喝下午茶。要不我也下个注。哦，郭医生。现在谣言真是越来越离谱了，所以我来澄清一下。所以答案是从容了？不是，没有。没错，就是他。哇，到底在胡说什么啊？那你们究竟是什么关系啊？我们，其实我们两小无猜，青梅竹马，我暗恋他几十年了，只可惜一直求而不得。不是暗恋几十年，温医生您今年贵庚啊？温医生不愧是温医生，连辟谣都那么有心意。算了吧。哎，你这人是不是有毒啊？现在不是没有谣传了吗？你认真的吗？你觉得呢？这个人是跟我有仇吗？他向来这样，腹黑。是吗？大学的时候，有一个人总喜欢抄到考卷，后来他就把选择题故意全部填错，害得那个人抄了一份全错的，搞得老师大发雷霆。原来是个惯犯啊！难怪，整天笑里藏刀的，真的搞不清楚在想什么。我还以为你们相处的挺好的呢。哪里好了？他简直是以耍我为乐。行，回头我帮你说说他。